这是谁家呀？这是崔迪他们的棚，就感觉大家就在这里玩音乐、吃喝都在这儿。你是熟门熟路啊？啊？你熟门熟路啊？那是，这就我家我都待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你们在搞什么呢？树来点。哎呀！哇！你好，你好，李勇老师，李勇老师怎么？崔迪哈，哎呀，崔迪，你好，你好，李勇，崔老师你好，我是罗西，罗西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是 Alex， 你好，啊 ，Alex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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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过了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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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Hello，Hello， 嗨嗨，那请进。Nice to meet you。哇，几个小伙伴们都好活络，好热闹。这属于是你的小伙伴，还是属于他的小伙伴？我们共同都是小伙伴。啊，都是这样。哎，但是有个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刚脱来了之后，我发现崔老师，你俩长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神韵上的相似。我俩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告诉他们咱们俩哪儿？来，一，我们小朋友，一二三。哎，真的。有没有发现我们苹果肌？对对对，很像。好了，好了。然后都是小手，没有他们了。都有小尖脸，然后所以我刚刚一来之后，我觉得你们好，就好像姐妹一样。那我多跟你在一起，我也会变成尖脸。哎，这地方有点小，要不然咱们到楼上。好吧，好摆一个。这是即兴的来还是来吧？我觉得差不多的段落，我就你即兴。好，来。你去感谢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节目，很简单，只需要做出一道熟悉的味道，让你要感谢的人他有回忆和你共同分享。这个世界确实很多地方很冰冷，但是一丝丝的人情的暖意会让我们整个的生活充满阳光。啊，好，棒棒的！不好意思，没让你张嘴啊。和弦，我录一个和弦，马上结束。好，来来来，等。录和弦，我们必须要有收尾，必须要收尾，有仪式感，仪式感。对对对，对。我专业鼓掌。对。来来来，坐。你这个玩着玩着都把今天正事儿给忘了。好开心，跟你们在一起。熟悉的味道。对这个节目，对他是，像张靓颖要想通过这个节目呢，向他的一些，音乐伙伴、合作伙伴，要表达一份感谢，对，然后需要大家伙的帮忙。你要感谢的是你的，
我觉得我要感谢的是这些年陪我共同经历、共同成长、共同走过的这些音乐上的伙伴们。对，你们都没陪哈，你们都没陪。对对，都赔了，都赔了。那你一二三都赔了。但是呢，就是这第一波要感谢的小伙伴就没你们，你们就是帮忙啊。但是他，全在对不起，你不是全在感谢当中哈、啊，全在感谢当中。支持我们，我们是辅助，对对，辅助辅助。你要做的是。叫做我今天纠缠是吧？不是那个歌名叫依赖依赖，咱俩的歌。哎呀，那不是我们的歌吗？我是宝宝，我用东北话说叫乱炖，用音乐的语言叫它叫依赖，因为我觉得乱炖吧，就是棚里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凑一锅，咕嘟咕嘟。天南海北哪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原来的那个名字叫什么？原来那个名字来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？叫一锅小伙伴。想想都是很残忍的事儿啊！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我们大家玩的时候，就是所有出来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味道，自己音乐那一块的味道。哪个味道？不是身上的是吧？没事，好，熟悉的味道。那个也可以，就是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味道。但我每次即兴然后出来做配合的时候，配合出来的那一锅。你看，我东北味儿都出来了，真的是，就是一锅小伙伴，其实挺可爱的，我觉得这名字特别可爱。你看，我就说他没有不会反对吧？我有违和感。哎，这样，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惊喜策划书，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，我们把它设定一下？我们一起吧，我们策划一下，待会儿每期节目，我们的这个委托人都要哎。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第二件事要做什么？签个字，我们一件一件的帮他完成。是不是很刺激？好玩好玩。来来来，来，我把你要把要感谢的人，要为他们做的事，现在要写出来。好的。有点难度哦，张亮颖。有点难度哦。是要写的有点难度还是？你十几个人呢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一个做年夜饭的，量不是问题，因为我是张靓颖。哦，有量有量，好冷好冷，我们解决了。那就更不是问题了。我叫李勇，永远都不是问题。六六六，来吧，做一顿熟悉的味道。哦，做一顿。哎，熟悉的味道。好 ，OK， 完成了吗？不不不，那接下来我们认真的签上自己的名字吧。对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咱俩一起呗。好嘞。